以開槍制人制
鎮壓嘅高尚嘅嘅顯露，繼而令到好多一向支持開政府嘅力量，例如宗教界都紛紛要求公開政府回應訴求，最終政府要將草案暫緩，壽終正寢，以至到撤回，令到政府背約金刊產生裂痕，令到政府背約金刊嘅成牆產生裂痕嘅，正正就係傳媒對真相嘅揭露。可見傳媒揭露真相係對政府最有效嘅制衡。第二，香港作為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國際都會，令到傳媒制衡的力量可以在國際社會發揮出來，從而對政府加以制衡。就像英國路透社揭發林鄭月娥出席一個商界全球的錄音一樣，由於傳媒的權威和國際影響力，政府沒辦法將錄音當作一般的都市傳說來看待，而且錄音的內容也形成了一種究竟是北京反對的爭議。結果幾日間，政府的態度就由堅持五大訴求一個不可，變成撤回修例回應的訴求。基於以上的兩點，都可以看到即使在現今的香港政府，傳媒揭露真相仍然都是擁有最有效的制衡力量，因此電台理應成立。多謝。政方主辯的發言時間為3分45秒，不支持訴求方。接著有請法方主辯的小組的時間。主席、評判，各位大家好。聽完我台前面發言，麻煩你哋犯咗兩大錯誤。第一，直線邏輯，因為剛才我哋講話咧，傳媒係揭露真相嘅第一步，所以就必定等同於佢就係監察政府、制衡政府嘅最有效力量。但兩者有冇必然關係？咁我從來都冇論證過。你話逃犯條例修訂，同埋傳媒咧報導真相，但可以見到條例修訂咗，立法會議員咧去抗議，去咧阻止政府通過個法，有民眾咧自發上街遊行抗議政府嘅暴政，甚至乎更加多嘅係啦，司法界唔同嘅界別都出嚟發聲抗議政府嘅不公義。想問翻台啦，喺咁多界別都一齊發聲情況底下，點解唯獨揭露真相就係最大監察政府、制衡政府嘅媒體咧？咁我從來冇解釋過多種嘅邏輯。所以今日我犯咗第二個錯，就係輸打贏要。而且我方都同意咧，傳媒受眾多，多人睇咧，係對社會上有一定嘅影響力。因為同樣地，如果傳媒譬如文匯報、大公報作為政府後線扭曲真相，同樣地都係受眾多、市民相信、多人睇。咁呢啲情況，可能又唔睇就只係聚焦蘋果同立場新聞咧？你哋話喺國際之間有輿論，但見到而家同樣係見界嘅張君陽去到外國嗰度，同全球國際間宣揚香港情況，因為呢啲嘢可能又唔睇，又淨係傳媒跟上國際反咁膚淺咧。因此今日衡量辯題就要視乎傳媒監督係咪直接為政府施加最大壓力嘅辦法，唔係淨係揭露真相嘅第一步嘛。所以今日我方反對辯題原因有二：第一，傳媒權力受限，難以發揮監察作用，傳媒理應不受任何政治商業力量所左右。但事實上，負責監察政府公開真相呢份天職，往往受到資金來源同埋利益掣肘，難以充分發揮第四權。以香港為例，近年大量傳統媒體被中資擁有，例如係2004年《星島日報》就被泛華集團收購，自此成為親政府媒體，與政府口吻一致。好似6月11日《星島頭條日報》就條報導，甚至喺未經法庭裁判下就定性反送中示威者為暴徒，反映星島淪為政府後線。更甚嘅係，全港26間主流媒體入邊，有8間直接係由中共或者中資機構控制，甚至有80%傳媒嘅老闆係獲任政府公職，甚至受分加許。到底傳媒淪為中共後線，係咪都仍然充分發揮緊佢哋監察政府嘅作用呢？咁嚴重嘅係，近年無論係傳統媒體抑或係網絡媒體，新聞自由都處處受壓。結果公布嘅2018年香港新聞自由指數更加下跌至45分，係過往6年以嚟嘅新低。新聞自由下降，就直接削弱傳媒採訪以及報導真相嘅權利。近來反送中嘅事件入邊，傳媒採訪更加處處受阻，例如係警方故意阻留記者工作，令佢哋唔能夠拍攝抗爭現場嘅情況。就問有方啦，係咪傳媒唔能夠報導真相，受政府限制都叫做制衡到政府呢？第二，制衡政府依賴多方合作，並無最有力之分。面對當權者以及不同的社會議題，要達到最有力的制衡，就必定要集中之力向政府施壓。當然，依靠的是傳媒、社會大眾，甚至是立法會等等的勢力互相配合，缺一不可，所以難以比較最有力之分。就連台灣國立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陳義賢都指出，在制度外監察政府的方式不
有傳媒以及社會輿論，制度內嘅就有分權、反對黨等等。由此可見，制衡政府嘅勢力係綜合體，喺唔同嘅事件上面，各個勢力都各有所長，難以分出高下。例如係港珠澳大橋政策入邊，市民成功以私民複合方式入禀政府，令到工程叫停、重啟劃地工作，同時間全部都進行相關報導，引起社會關注。在眾多壓力底下，令到政府重新審視大橋工作。由此可見，傳媒並非唯一可以揭發問題、引起社會輿論嘅途徑。所以訪問阿方台啦，喺社會眾多市民者都一同制衡政府嘅情況下，本台又如何衡量邊一方制衡力量更大？我講制衡力量嗰班尺點樣定咧？多謝各位。反方注意嘅發言時間係3:54，跟住係東邊環節，東邊一方看似由推選對方嘅辯員回答問題，並打斷對手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追問，亦不得打斷東邊一方發言。如有違規，東邊一方可即時指出，評判亦同可以直接扣分換算一分。東邊一方完成發言，評判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扣分，先讓雙方冇問題。評判注意，填寫東邊分數嘅時候，要留意填寫次序，特別係首方分子，第一格依法次序係回答分數，第二格先係發問分數。冇問題，而家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員上東邊，請自由挑選反方一位辯員，為辯員接受質詢。有關乎正方東邊開始有兩分鐘時間。我方我認定同傳媒嘅監督，現今香港嘅成熟化生活運動都發揮咗不可或缺嘅作用。我本身認同，因為咧講緊咧係冇錯，其實你都認同。咁但係咁，如果冇咗傳媒，呢場運動都發展到而家咁地步啦。咁我再問你啦，如果唔有傳媒嘅監督同埋揭露真相，咁同樣會唔會好似而家咁樣咁多？有個米走住，所以傳媒係發放一個真相咧，再有市民上街行啊。係啊，我再問你，究竟如果冇咗傳媒去監督住政府去揭露啲真相嘅話，究竟我哋同路人會唔會好似而家咁樣咁多？所以原來200萬人上街是乜嘢咧？有個錯誤歸因去到傳媒，原來可以所有社交媒體咧，或者係立法會。如果嗰啲冇社交媒體嘅人睇到啲警告，睇唔到政府濫權、侵犯政府、漠視民意，會唔會肯行出嚟？所以咧，仲有呢啲立法會議員發聲，有社交媒體呢啲咧，有乜傳媒都唔睇嘅，就因為有呢啲人可以去鼓勵呢啲上街。我方日前面都同你講咗啦，議會力量今日制衡到政府，如果話都唔出群眾上街，都正係因為傳媒嘅監督為政府施壓，都令到更加多人明白。真相才會揭出嚟噶嘛？再問你啦，有冇你同唔同意傳媒嘅直播睇出到無法扭曲嘅真相？所以咧，有方台咧講直播，我哋睇一啲新媒體咧，原來咧佢哋咧831警察風站冇得入去採訪，咁啲陣營點樣？所以咧，有方台咧已經唔敢講831嘅例子，我哋再睇到嗰一陣。但係方台我就答翻你啦，831我哋係清楚喺直播見到警方阻止人哋去進入呢一件事，就證明咗其實點政府係打壓緊新聞媒體，重現過更多人走出街頭去上街咯。你同唔同意7/1事件係因為傳媒嘅直播，所以先引起民憤？所以咧，傳媒咧力量被打壓咧，有方都反對唔到，所以報導唔到一個真相，咪唔可以最後制衡咯。所以最後反對唔要真相咩？真相咪就係俾人阻止咁。有方同學，嗱，我再問你啦，令人覺醒嘅關鍵係咪如果唔係因為有傳媒喺度，會唔會令嗰啲人覺醒到？所以咧，我方講過好多次啦，就係有一啲立法會議員呢啲出力咧，係咪一部分者有方同學都唔睇嘅？佢直接講咧傳媒報導，所以咧原來有方嘅標準就係。方同學，我再問你啦，喺我帶頭嘅之下，點解啲立法會區嗰個嘅立場喺度嘅？轮到反方攻辩，反方正自由派出一位辩员，请你自由选择正方一位辩员接受质询。要同入个人。反方攻辩开始。相信有方，你首先辩嘅标准系咪因为全部首先揭露真相，所以系最有效啫？因为如果佢哋冇全部揭发真相嘅话，根本冇咁多人关注。你嘅标准系咪咁样？我嘅標準就係話，如果一開始冇傳媒揭發真相，就冇咁多人去關注。好啦，所以有方嘅標準係揭發真相。反送中運動嗰條惡法，首先係香港眾志有發現到呢個問題，然後拍條片放上面書，跟住吸引到幾萬人睇，所以咧反送中運動先開始。甚至咁樣咧，警察最被捕嘅咧施與豪爺係林卓廷議員咧，首先揭露真相。咁佢哋係咪按你嘅標準，係咪都係最有效嘅？有方同學，你又話佢幾萬人睇，但係咧啲新聞報道嘅時候8幾萬人睇，呢啲係咪人數嘅差距？呢啲係咪傳播層面？咁你話首先揭露真相啊嘛，反送中運動係由香港眾志講俾人聽呢條惡
首先揭露得就係香港重點，然後引發咗好多唔同嘅示威。所以咧，原來咁香港重點都可以首先揭露得就，係咪亦都係執行官最有效率咧？有我今日揭露啫，咁但係其實佢係我哋講緊人傳媒監督嘛，係持續咁樣去監督政府去做嘅嘢。所以而家我哋先講更加方立場轉咗啦。初頭咧話揭露得就係，而家咧變咗咧要持續嘅監督嘅方嘅立場咩咧？即係講到尾咧，甚至再睇咧，原來咧土地大辯論陳建英赤化咗政府私藏官地，呢個咧又係陳建英首先赤化咁關政府關傳媒咩事咧？日本台都話啦，我哋係全部持續去監督佢，不斷去睇下佢做嘢有冇錯。如果有錯，我哋就踢爆佢啫嘛。係咪一定要全部先做到啲嘢，其他人做唔到？我嗰啲例子你解釋下。係個個都做到，只不過嗰個傳播層面冇咁廣啊。所以個個都做到，傳媒不是最唔係得傳媒能夠做到佢講嘅標準，係最有限制行政府嘅力量咯。甚至再睇，我退一萬步同你講，就甚至咧講緊監督政府咧唔係傳媒最有限。甚至我退一萬步同你講，原來咧首先報導真相咧，最後都要。你嘅雙方一齊先做到責任嘅方同意。如果台如果一開始冇傳媒去俾更加多人關注，冇百幾萬人關注嘅時候，咁點解各位？方便還是結束，輪到正方一半發言，你有三分鐘嘅時間。即係評判各位嗱好，啱啱我喺主辯嘅時候咧就問過我哋啦，制衡嘅尺點樣去量度，就話俾你聽。咁如果一開始冇傳媒去呈現真相俾所有人睇，民眾咧就只會相信政府講嘅説話，咁冇咁多人關注啦。咁又何來之後嘅群眾運動咧？變咗小眾運動嘅時候，咁又有幾大嘅制衡力量呢？更何況係咧，今日方同我哋講話，佢知道咧有警方故意阻止記者咧喺白沙嘅時候去拍攝啦。咁但係方同呢個資料點樣嚟㗎？喂，正正係有記者去直播到呢個情況出現嘅時候，喂見到呢個制衡力量嘅大咯，跟住咁多台咧，又同我哋講話有啲傳媒咧會偏頗政府，根本唔能夠制衡政府。第一，嗰啲傳媒偏頗啫，咁但係有其他中立嘅傳媒平衡噶嘛。第二，佢哋有能力處理錄咗嘅片啫，咁直播咧即時嘅喎，佢哋想改編都改編唔到啦。編輯出嚟嘅袁生咧更勁都好啊，佢把教剪都剪唔到啲片啦。所以咧，今日我方台不斷認為咧有傳媒監督帶嚟嘅制衡力量係有限，但係傳媒揭露真相帶嚟嘅制衡力量咧，並唔係有方可以輕視㗎。好似政府咧否認將六一二嘅反送中示威行動定性為暴動，但原來警方發表文陣嘅文入面寫明啦，原來佢一早咧已經喺同日咧將上述地點舉行嘅集會定性為暴動。呢啲真相由傳媒公開俾所有市民知道，嚴重打擊政府同警方嘅公信力。例如啦，警方想每日四點鐘開記者招待會抹黑示威者，但係記者追問下咧，反而變成每日出手嘅場合，例如警方被逼問下承認派出人假扮示威者，要將踢人咧講成用腳推開人，推跌人再扣我咧要講成咧扶市民起身，結果警備咧長到就係可以圍繞地球一周，但係咧嗰啲大牙咧就全部甩曬嘅香港政府同警方咧得到嘅係接受性，而係市民嘅鄙視。根據中文大學全國與民意調查中心嘅調查，對政府信任程度比十分滿分嘅市民咧一直維持喺5%至7%之間，但係對政府信任程度零分嘅市民咧由5月嘅兩成增加到9月嘅40%，對警察零信任嘅市民咧由5月嘅6.5%升到9月嘅48.5%。事實證明咧，傳媒揭露嘅真相令政府唔單止爭取唔到，更加係失去大量中立市民嘅支持。隨意而言會令到佢哋做任何嘢都有餘咧，安恥在過，恥在故咁。呢、這個就係傳媒點解依然喺咁多方法入邊對政府制衡最有效嘅方法。喺傳媒揭露真相令政府失去公信力嘅環境之下咧，就算一般嘅政策啦，政府都冇辦法瞞天過海。好似最近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話啦，未來5年咧會用收回土地條例收翻700公頃嘅新界私人土地。但係上星期咧，網媒香港獨立媒體就指出，呢啲地99%係現有新發展區，講咗好多年嗰堆私人農地，根本係重複咁條舊數扮做嘢，而唔會有額外嘅公屋多咗出嚟。這個就係另一個例子。弄虛作假咧係全世界嘅政府嘅通病，因為權力使人腐化，但傳媒令佢哋必須正視翻現實，呢個就係最大嘅制衡力量。多謝各位。下方正方一半嘅發言時間為3分01秒，報銷時唔准扣分。接著有請下方一半，你有三分鐘嘅發言時間。評判最終
播，我大家好，我有傅慧智同佢三條問題總結有分嘅立場。第一，到底何為最有效呢？先睇下有關沈志傑同嗰把尺啦，佢公辯咧終於聽清咗有關嘅立場啦。只要係第一個聽把問題提出真相就可以叫最有效。所以咧，我方講嘅陳劍青嘅例子、香港眾志帶出反送中問題嘅例子，佢哋唔係應該係制衡政府嘅最有效力量咩？有方咧達唔到，因為咧呢個又係嗰個係究竟有方點樣理解個最字咧？最字係咪一個豬肉掌，個個踢爆，個個都叫最有效力量咧？有方同學咧需要解釋清楚，所以個最字點樣定義係咪最重要埋門一腳，或者係重要到冇咗佢唔得咧？有方都要講清楚。第二，傳媒力量有幾大咧？所以咧，我有方咧就講話咧，傳媒咧有啲中立報紙，啱啊，就係傳媒啲中立報紙，但係示威者都係中立報紙，咁示威者都係中立嘅人，咁示威者咪監察政府最有效力量咧？有方同都解釋唔到噶，所以我方主辯講過咧，傳統紙媒咧，因為營運問題咧，要考慮一啲大財主或者唔敢得罪廣告商，例如咧信報收回梁振英行李門事件咧，正正因為背後紅色資本先出現自我審查。雖然我方睇到咧，傳媒的確有盡力去揭發政府嘅問題，但從來都冇人可以確保到咧，傳媒一定會企喺政府嘅對立方，一定會係獨立於政府。甚至講緊傳媒同政府合作咧，都已經唔係天方夜譚。因為例如大公報啊、文匯報咧，就好似香港政府嘅喉舌咁，處處維護香港政府。啲受眾睇咗呢啲報紙之後，點樣發揮監督政府嘅作用呢？所以咧，頭先有方咧就講啲新傳媒冇錯，我哋睇新傳媒咧，佢哋可能需要大量營運資金，理論上更加有效監察政府。但法律條文從來都冇一條咧，俾政府一個必要嘅權力去做採訪。所以咧，就算唔理你嘅黃藍立場，發生咧。警察封站唔俾政府去採訪，或者係政府咧記招避嫌不答問題，有方所講嘅即時報導真相做唔做到咧？現況底下記者就係冇呢個必然嘅權力去做採訪，真相未知，點樣監察政府呢？第三，制衡政府係咪只有護身一人咧？所以咧，今日有方咧舉咗好多例子嘅，例如話反送中逃犯條例咁樣，睇真咧，原來佢哋今日定義個制衡咧，就係只要報導咗真相就叫定義制衡，就係一個制衡，冇問題。我哋睇一個反送中嘅例子，佢話咧冇傳媒咧係走唔到呢一步，但同樣道理，冇人上街又走唔走到呢一步，令到政府撤回咧，所以咧即係話咧兩者不可或缺，既然兩者不可或缺嘅時候，點樣比較一個最有效咧？有方同把尺究竟點樣咧？所以咧跳埋入有方嘅邏輯咧，睇一睇一二年嘅反國教事件。第一咧有學民思潮帶出問題，唔係傳媒嘅工作；亦都第二咧由廣大市民遊行，迫使政府撤回，亦都唔係傳媒。第三程度上咧，甚至係徹底撤回，比有方嘅標準更加強。所以咧，先唔理有方標準幾咁荒唐，從啲例子都見到咧，抗爭咧從來都唔係只靠一方勢力，立法、司法、民眾、傳媒，甚至係有方所講嘅外國勢力咧，五大勢力缺一不可。甚至咧，有方其實開場咧包裝到傳媒好強，但事實上，如果冇咗廣大市民同埋其他嘅機關，傳媒都只係一個放大聲音嘅大聲公，都會獨木難支。我方咧其實承認傳媒係有盡力監察，但正正因為傳媒咧一直俾人打壓，所以每一件事都要同唔同嘅持份者去合作，先至可以監察政府。有方同學又係咪可以胡亂切割其中關係？可以論證到傳統媒體整體上咧，比其他市民者都仍然係最有效力量咧。多謝各位。再者啦，有方網其實佢講咁多例子都係打破唔到互有公平。
效應㗎。相反，傳媒接觸面廣，不分年齡，不分階層，監督係時刻留意住，一有錯就彈出嚟指正㗎嘛。咁先可以達到有方同今日所講嘅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如果唔係有方直所叫人哋嘅群眾運動，都會變成小眾運動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琴晚立場新聞九點幾所講嘅嘢咧？咁其實佢琴晚九點幾就爆咗一單新聞，就係話警方用咗成100,000去購入咗一啲同示威者同類型嘅豬嘴，咁樣去同示威者所使用嘅方式係相似嘅。咁爆完之後，佢即刻就向警方查詢啦。警方係即時去跳到隔咗大概兩粒鐘之後就回覆咗啦。咁點解佢會驚呢？佢平時係話會唔會驚噶嘛？但係佢就因為揭露咗真相啦，就粉碎咗佢準備響10月1日所搞嘅大龍湖，所以先至特登出嚟澄清，亦都係一個以真相去破解咗政府謊言嘅一個最有效例子。去到而家，有方都仲輕視咗傳媒責任嘅力量喺邊度？正如著名國際關係新聞記者 William Gossip 響獨裁者的進化中一書都提過啦，用公衛式嘅威權管治，無止境監視同埋打壓嘅行政成本係太高，所以我哋可以睇到獨裁者可唔可以順利管治嘅關鍵係在於可唔可以喺國民面前營造假象去呃佢哋，一旦呃到成功，其他力量咪完全失去曬根基咯。就好似北韓咁樣，佢幾困難都一定要令到國民相信我們最幸福。所以其實香港情況都一樣㗎，警務問題嚴重，政府想你相信佢嚴正執法，但政府咪就話俾你知其實佢都官警黑勾結緊咯。一句港人話，點解佢鏗鏘有力，令到更加多人聚焦喺呢啲事上面？咪就係透過揭露真相，用虛假嘅政府就會失去曬市民信任，任何任何工作都舉步維艱，任何行為都遇到阻力。這個咪正係最有效嘅力量咯。而且 BBC 都有講過，香港市民係擺咗喺一啲頭條新聞嘅部隊，都係將呢件事帶到國際，所以係不平衡已經成立嘅。多謝。正方以示費加埋3:12跟住係反方預付，你有3分鐘嘅時間。各位大家好，預付位置有方立場，一退再退。開辯咁嘅標準係話咩咧？只要首先揭露真相，就係最有核責任嘅力量。所以我方問過你啦，原來咧唔一定要傳媒先可以首先揭露真相。講咗咧，一副同你講陳劍青，到底係學問思潮同你講揭發咧反國教嘅論文出嚟，反送中係香港眾志咧揭發出嚟，呢啲有方通通都反對唔好，到係咪呢啲通通都係最有效咧？呢個標準咧講唔通，即係有方咧一副咧都知者，有方咧公面都知者講唔通啊嘛咧，即刻多咗個立場話，原來接觸面廣呢個係傳媒另一個獨特嘅因素。冇錯，我方承認咧接觸面廣係有利處。首先，大家個問題係咩咧？接觸面廣唔代表佢報導已經係真相嘛？大家知道而家好多唔同嘅新聞，例如講緊咩無線啊，咁大公報文匯報嗰啲，佢報嘅嗰個報冇錯，佢係報接觸面好廣，但係講報嘅嗰啲真實一啲扭曲嘅新聞，點樣制衡政府？我方唔明白，所以就最後咧，佢一退再就退到話咩咧？因為咧，傳媒咧不可或缺，所以咧係最有限制衡政府嘅力量。但係問題係最不可或缺，唔單止傳媒唔可或缺㗎，冇市民嘅上街抗爭，冇立法會議員唔同嘅揭發同跟進咧，一樣不可或缺，一樣解決。解決唔到問題，咁三分有分台，咁呢啲係咪通通都係最有效咧？一個聚字咧，有分台由頭到尾咧都解釋唔到，即係講到尾，即係甚至咧再睇遠啲，原來咧真係俾你揭露到，好似唔同嘅力量同司法機關先做到制衡，兩者有不可分割嘅關係嘛。好似咁樣反送中運動咁，傳媒揭露真相，但如果警察嘅暴力顯示曬出嚟，如果冇市民嘅抗爭，點樣制衡到政府？有方要解釋，即係講冇錯，講得係罪，所以咁咧，佢話最有效，咁咧最有效佢要論證到嘅係咩咧？係要冇咗傳媒唔得嘛。但我方講話好多嘅例子，揭露真相等等咧，都唔止傳媒做到。即係如果反送中等等都唔係得傳媒先揭露到真相，點解佢係最有效？大家有方解釋唔到。所以咧咁樣由頭到尾咧，佢嘅獨特利處，佢最有效嘅最短解釋咧，有方從來都冇論證過。嗱，跟住有方第二個例子同我哋講咩咧？講一啲國際性嘅報導，話傳媒咧可以咧去到好多唔同嘅國家，喺好多唔同地方咧都宣示咧香港嘅問題。但問題好，我方主辯問過你啦，相關人嘅例子點解釋咧？解釋唔到。甚至咁樣，如果你話要國際化，何韻詩、黃之峰嗰啲唔有去聯合國，又係美國講俾人聽香港嘅問題，甚至一啲唔同嘅白宮聯署等等咧，都咧係令國際能夠向香港政府施壓關。點解一定係傳媒有獨特利處咧？有方解釋唔到。即係到最後咧，可能咧用傳媒嘅從咧而家香港嘅現況睇，覺得傳媒嘅監察作用係咪真係做得咁好咧？我方兩個面話咧同你講得好清楚啦，冇錯，傳媒有監督嘅力量，但原來佢嘅角色好被動㗎。當政府想掩蓋真相，地鐵站你可以唔俾你入去採訪，記者可以各自由社報，冇錯，講直播831直播，你都入唔到地鐵站。甚至咧，如果係一啲咧偏藍嘅政府，仲可以選擇性報導添，連制衡政府係撞到失去㗎，制衡咗喺邊咧？有方唔明白，甚至所以因為咁樣咧，而家唔同嘅報紙咧，都好多就唔係中國嘅後線，大公報文報。
服務無線，甚至升降等等，先講緊啲咩？制衡一定量越嚟越少，甚至咧言論，甚至咧唔同報紙嘅立場咧越嚟越偏嘅，好似蘋果同立場同埋媒體咧，好似成一個對立面咁。所以又點咧？對市民嚟講咧，傳媒公信力咧就越嚟越低，亦都冇人信報紙，甚至而家講緊好多資訊，你都唔敢信，要了核實，點解能夠做到制衡咧？市民都唔敢信。多謝各位。雙方各有三日嘅時間，當某方喺時間用盡，每人會宣告另一方嘅剩餘時間。雙方可自由派出一位或多位辯員發言，而每位辯員必須喺本環節發言。若本環節結束嘅時候，在場人士發現有辯員從未發言，該辯員一方將會被視為無論停盤就扣除零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若果冇，自由辯論環節而家開始。我想問，如果冇傳媒揭露真相嘅話，咁市民永遠就喺政府嘅陰謀底下啦。咁所咁有方所提嘅一切力量，亦都會失去巨力嘅根源。咁又有幾大嘅制衡力量咧？我想問。嗱，頭先講咗咧，前場已經講咗好多次咧，唔同嘅人都可以報道真相。所以想問咧，有所以想問有分同嘅標準咧，係咪首先揭露真相有人睇咧就叫最有效咧？唔係，首先我喺主辯嗰時已經講過。制衡力量就係講緊，而我哋要令政府做唔到佢想最想達到嘅嗰一步，咁樣先至為之係我哋想講嘅制衡力量。所以我方立場提供直播亦都警察打人，請問多唔多人睇新聞見到真相？冇立場新聞咁多人睇，冇蘋果新聞嘅直播咁多人睇，呢、這個咪正正今日傳媒點解係最有效力量，係因為佢傳播面更加廣，比你個林卓廷更加好嘅時候，呢、這個咪最有效力量係啲乜嘢啦？我同我，所以剛才你自己公然講揭露真相，多人睇就等於佢唔最有效。咁想問你剛才知唔知逃犯條例係邊一班人首先踢爆有問題，並且同大眾講嘅？咁我同我都講咗，其實重點啊嘛，但係想問你啦，喺扭曲新聞究竟做唔做傳媒監督呢一樣嘢咧？好啦，咁同原來係眾志領義副主席過關，同你睇冇眾志，首先睇下問題，如何有傳媒宣佈呢個真相啊？咁宣佈完真相之後，都有人出嚟先得㗎。如果唔係群眾運動咪變小眾運動咯？我再問你，方同學，你覺得我哋你所講嗰啲扭曲新聞嘅傳媒，究竟係咪做緊傳媒監督嘅呢一樣嘢？咦，講得好，所以就係首先有眾志踢爆真相，然後由傳媒宣佈，再由民眾上街，再由傳媒報導，所以因果關係不斷重疊。方同學點分得出邊個先係最有效啊？喂，方同學都係嗰句啦，如果冇記者去關注佢哋去發揚佢哋嘅時候，根本就冇人知，冇人知，冇人上街，小眾運動點解啫？都係嗰句啦，方同學，如果冇眾志。首先踢爆真相，邊個知啊？咁可能使搞清楚翻，你今日講緊係傳媒監督住。如果我傳媒持之行嘅監督同埋一路咁 keep 持續咁樣去呢一個嘅追蹤真相嘅話，咁我就完全係阻止唔到政府想做嘅嘢。所以結論好簡單，就係我都解釋唔到當中因果關係，點解傳媒就係個因？點解因為佢嘅因果就係最有效嘅力量？所以問你第二條問題，用翻你自己公辯嘅字眼，今日如果冇咗民眾、冇咗議員、冇咗司法機關運動，會唔會行到呢一步啊？有方案，如果冇咗傳媒發揚嘅話，這個運動又會唔會去到你依步咧？誒，冇錯，所以冇咗民眾，冇咗議員，冇咗議員，冇咗傳媒，冇咗呢個運動都唔會去到呢步。不可或缺，從來都唔行嘅，係咪最有效？即係冇一兩標準同唔同意？我想問你啦，咁你講咗咁多咁有效嘅方法題，咁邊個係最有效嘅方法呢？咁其實都係冇噶嘛。咁但係我哋見到嘅就係傳媒呢一個嘅監督係令到政府佢做唔到佢想做嘢，呢、這個咪就係最有效嘅方法咯。如果你所做嘅一切嘢都冇傳媒去監督，冇傳媒去講嘅話，咁點解又會制衡到政府呢？所以我答佢就係唔知啦，因為我方同翻方講，因果都係由頭到尾根本就衡量唔到啊嘛。如果我問你啦，如果當日唔係有記者去追問到，然後警方咧又派人假扮示威者嘅時候，分鐘你而家去群眾運動嘅時候，你發現隔離嗰個咧唔係人嚟嘅，狗嚟嘅，方同學。所以我冇承認啊，喺呢場運動入面咧，媒體係由佢必不可少、缺一不可，必定要有傳媒存在喺一個混亂之中。但係佢要存在喺混亂之中，點解等於喺一個混亂之中嘅共同平台係最大咧？我想問你啦，你覺得除咗傳媒之外，有冇其他嘅媒介可以喺俾唔同階層、唔同政見嘅人都可以睇到，而且係唔需要任何嘅服從量都可以見到嘅媒介咧？用咗前場半場比賽解釋有啲乜嘢人可以做到傳媒做到嘅嘢，但係咧重要嘅係佢做完呢啲嘢之後，要有群眾去響應呢啲嘅事實，去到走上街頭反抗政府，先至能夠令到呢場運動得以持續啊嘛。所以問翻你，我方頭先問過嘅問題，譬如呢場運動只係得傳媒冇議員冇群眾冇其他抗爭者，呢場運動可唔可以走到今天？
之前可以㗎，點解唔可以啊？如果我哋要去發布發發布咗呢個之後，我哋俾外國啊全球佢見到嘅時候，呢、這個咪正正係俾咗壓力政府咯。我諗我盲搶，終於聽到啦！你冇民眾咧，冇而家盲搶街，得傳媒喺度影咧，運動都係佢而家呢一步㗎，係咪？傳媒確實係可以令到200万人明白覺醒咗。200万人之前點解唔會上街呢？就係因為有傳媒佢哋嘅公信力同埋權威性影響到佢哋上街啊嘛。我有冇同邊個同你講200万人上街，全部都因為傳媒嘅功勞咧？咁點解之前冇200万人上街咧？首先踢爆反送中咁大香港做嘅，係咪香港對你講咩人都有權講啊？所以先有人上街咧？你咁樣講有冇關係？我想問你，咁講真，3月份上街有幾多咧？最簡單嚟講，咪就係今日有幫台創歸一公，見到200万人上街，佢全部話係傳媒做，全部都係傳媒所做嘅嘢。你可能一路都講講一通咧。傳媒所做嘅嘢咪就係直播揭露真相，然之後俾人更加多人知咯。如果你冇傳媒嘅話，究竟點解會咁多人知道？可能佢有都未解釋到，請你唔好再報過位啊！嗱，我方明都讀翻你主辯嘅論點出嚟，我方鄭生同我同講，今日你同我講話咧，200万人出街，全部都因為傳媒功勞，係因為我哋見到有議員向議員講，向市民講發生啲咩事，然之後有市民同自己朋友發生咩事，我哋邏輯點解又唔係議員、市民、群眾全部都有力量呢？首先，我哋幫羅實澄清一點，就係我哋並冇講過總之有冇同學你哋明唔明白？6月9日之前係點樣令到市民明白咧？都係因為傳媒嘅報導啊嘛。所以方台呢樣嘢，想大家都知啦，唔需要再講咧。邊個係會200万人上街？反而啱啱講咗樣好有趣，你話咧，呢個嘅媒體佢哋都唔同政見、唔同立場嘅人都聽，因為有藍絲嘅，咁我睇讀我講嘅嘢。但即使藍絲人係唔會睇到，佢哋都會睇翻有線新聞嘅呢個直播啊嘛。成功嘅在時間已用盡，反方上月25日派出電話。香港有位傳媒解釋唔到因果之間，點解傳媒係因，其他人先至係果？問你冇咗民眾，冇咗議員，咁我竟然夠膽講咧冇民眾運動都行到呢一步，唔知道有冇參與呢條運動入邊啦？所以咧，最後一樣嘢好有趣，我同你不斷強調傳媒多人睇多人聽，但今日傳媒多人聽，從來都係一個中性嘅工具，傳媒講嘅可以唔係真相，佢係被扭曲嘅真相。無線電視冇錯有直播7:1啊，但問題係黃金時段報導嘅從來都只係小者，多謝各位。正如我安義父所講，歸納咗有方討論同埋標準嘅問題。
有方前秦大家只要揭露了真相，揭露了一些政府施政的失當，就等於是責任政府。但後來有很多不同的標準錯漏百出，例如是話接觸面廣不廣，又例如是多不多人看，甚至是持不持續可以去揭露真相，或者去向大眾反映政府施政的失當，才至為止是最有力責任政府。但我不明白，正如我舉了很多不同的例子，反送中有眾志，有眾志去揭露這件事，令到人民群眾願意走上街頭。但是反送中的運動裏面，林卓廷願意開直播住話俾市民聽，黑警打人，當時冇任何記者喺度睇到，市民有關呢啲咁嘅情況，冇咗傳媒嘅時候，咪正正靠呢啲人同樣做到你所謂傳媒嘅價值同角色咯？點解又唔得咧？所以我建議好簡單，有幫自己用去行嘅呢條結題嘅準則同標準咧，解釋唔到點解係合理，更加解釋唔到點解佢所謂傳媒擺喺佢嘅標準入邊係等於必然最有力，甚至到自由嘅位置，我同你講咧，承認啊，傳媒可能喺某個運動入邊咧係必不可少，但係佢雖然係必不可少，冇咗其他抗爭力量，點解傳媒又有用咧？有可能自己都解釋唔到，正因為佢自己都明白，傳媒之所以有嘢要報導，係因為有示威者、有抗爭者願意支持到今天，呢場運動先可以走到今天，傳媒到今天先依然可以有用。問完第一條問題咧，要問第二條問題，究竟傳媒嘅天職不不得了兩條？是其是，非其非，從來都是傳媒就是一個最先要報導的準則和佢嘅專業。但好可惜，當我方論證咗全場現時香港的新聞媒體新聞自由不斷被打壓，甚至很多媒體已經變成中共的喉舌的時候，有方話：哎，唔係嘅，每晚都有很多人直播咧，都同大家講緊向市民反映緊事實，很多黑警打人啊、濫權濫暴的情況咧，市民依然睇到。但係個問題係7/21的例子咧，你自己講的當晚無線新聞咧並冇去直播報導任何元朗發生的咩事，只是報導緊上環示威者的破壞或者一些示威嘅情況。所以有方，你可以煩請有方用翻正方結定的時間慢慢解釋，究竟7/21無線無播到元朗發生了乜嘢事，或者人打人的真相，點樣可以彰顯到傳媒監察的作用咧？更加甚的是，即使有傳媒或者有新聞直播願意去報導當時的真相，其他有話要識講打傳媒打傳媒打，正因為有很多人嘅黑警會不斷地阻撓新聞或者阻撓記者去到報導真相，或者去到當場採訪，甚至乎專打記者唔俾佢去到拍攝咯，攝取現場的情況，記者證猶如廢物，先至會令到今天我哋會話新聞指數跌到落45年嚟最低。正因為很多不同的情況，政府不斷地去打壓，所以新聞自由，所以傳媒先至冇用。但更加重要的是，有方民間講話傳媒可以點樣報導到真相啦，可以點樣監督政府？佢唔理解或者意識唔到嘅，正係一次又一次，全部都俾政府去利用，去為佢瓦解一啲管治危機。2014年嘅雨傘運動，正正係因為政府懂得去運用媒體，散播陰謀論，散播仇恨言論，所以成場運動先至冇瓦解。聰明反被聰明誤。不過，所以去到最後咧，要問第三條問題，究竟淨係得翻傳媒同其他抗爭力量有咩用？其實我一個例子已經可以解釋得很清楚。2012年，陳茂波被人揭發咗權地自強，甚至經營劏房嘅商務，但結果因為咁樣，冇其他人去追究，陳茂波到今天依然做到財政司長。究竟傳媒要點走？究竟運動要點走？最後咧，可以問問法師，多謝各位。力量可以發生到幾大的作用，關鍵都係喺人。
們的認受性和對真相的理解。如果他們相信政府的謊言，無論是制度內或者制度外，都不會產生到有意義的制衡力量。相反，我方今天已經用多個例子透過傳媒的努力揭穿了政府的假面具，令政府一直得不到市民的支持。縱使有數以千計的催淚彈、子彈、警棍和水炮車，政府現在都達成不到他們的目的，正正反映了真相就是方言的死敵，才是政府的最大敵人。有方人好質疑了，傳媒的生態和力量是否真的可以做到我方論證到的最終力量呢？都是林肯就講過，最犀利的騙子可以在某個時候欺騙所有人，或者在所有時候欺騙某些人，但是就沒辦法在所有時候欺騙到所有的人。由於傳媒方面的進度了，現在甚至要在某個時間欺騙所有人都很難做到。傳媒現在透過文字、圖片以及直播技術，令弄虛作假的空間大大地降低了。啱啱有方同學已經提到721的例子了，那我們就講下721了。畫衣人的木棍和頭條打傷了南翔姐姐，但是透過直播鏡頭，我們反而可以將畫衣人的真靈用得更加的清楚和全面。片集上面的袁先生把教主再神通廣大，相對於直播鏡頭裡面出現的警告，市民對政府官員的反感其實都是顯得變長莫及的。而且香港各個傳統媒體和新媒體是數以十計的，就算某些傳媒和政府同流合污都好，都會有其他的傳媒澄清真相，令事實是無所遁形的。香港是一個資訊流通的社會，因此傳媒的影響力確實是不容忽視的。他們不單止可以制止到政府對暴徒的污名化壓制，更加可以喚醒如同國王的新衣入面盲目相信當權者時代的平民。當真相敲響警鐘，令我們這班港豬覺醒的時候，就是傳媒的制衡成功了的第一步，亦都是政府惡夢的開始。最後講下對香港未來的希望，眼見政府對言論自由的審查越來越嚴重，我們傳媒的制衡力量未來其實都是備受挑戰的。但是我由香港近期的事情都可以看到，香港人仍然有很多正義的傳媒，很多正義的前線記者，在這個環境艱難的時代盡忠職守。我相信他們必定可以在這個繁忙的時代繼續守護真相，監督政府進步的。另外我想說，想回應有方同學剛剛問我們的問題，傳媒監督其實並不等於傳媒本身的，而是要長遠性地一直監督著政府的惡行，揭露給市民看，這些才叫做傳媒監督，才是我們今天辯題所說的意思。多謝。
我好簡短講少少啦，唔阻大家時間。咁我覺得呢場比賽咧，呢個辯題即係頗長嘅一個辯題啦。咁可以見到咧，其實好雙方咧比較將個著眼點咧放喺傳媒同埋制衡政府上面啊，好重要一點嘅時間，最有效的力量啦。呢個係喺反方嘅論述之中聽得比較多，就係關於何為之最有效比較上嘅問題。但反而咧呢一個咧，我就覺得正方咧可能都有少少論證，就係、是。你哋都要論證咩最有效嘅時候，係咪應該提出一啲其他嘅制衡政府嘅方法，從而去比較出嚟？因為我聽到你哋個比較嘅點咧，我覺得有少少奇怪，就係話有媒體同埋冇媒體依一個叫做最有效制衡政府啦。我諗喺呢個辯題之中咧，最有效制衡政府嘅力量，可能講緊比較嘅其他嘅可以制衡到政府嘅力量啦。除咗呢一個之外咧，咁我覺得都係啦，就係同埋想提一提啦，就係各位辯員咧，就即可能企咗出嚟啦，同大家講嘢嘅時候咧，咁可能有少少眼神接觸會好少少啦。咁好多時候咧，你咁耷低頭望住個即係個卡啊，或者望住地下咧，我就唔知你同邊個講嘢嘅，係啦，所以咧就注意翻呢樣嘢啦。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咁我覺得今日雙方個表現都唔錯，都會用到一啲嘅可能。而家可能香港發生緊嘅事例啦，即係大家都好真切可以感受到嘅呢個例，即係論證嘅點。我覺得呢一點係仲有非常之好嘅。咁廢話唔多講啦，咁交俾下一個評判。唔該曬，而家請得南中學辯論隊教練莫子賢小姐過嚟做。大家好，我想一個講香港同雙方辯論啦。咁其實咧條辯題咧，你幾多人嚟個聚字咧？正方嘅處一個劣勢就好難打嘅，因為你聚你打聚啊，你要打全勝，但係反方咧一男子方案可以勝出嚟，咁所以你處一個劣勢。但係你處於劣勢情況底下，你都冇善用辯題嘅優勢。點解會咁講咧？係因為反方採取咗一個好模糊嘅立場，佢同你打一男子嘅方案，咁佢當佢打一男子嘅時候，佢根本唔需要同你論證邊一個係聚，佢覺得個個都係聚。但係咧，其實佢論戰將自己論戰減到最輕，但可惜嘅喺咁嘅情況底下，你竟然將制衡兩個字定義為政府冇辦法做到佢想做嘅，你將自己論戰站頂得太高。作為政府咧喺呢條條題底下咧，其實制衡政府你唔應該將佢條線咧定到咁高。你相反咧，譬如話你應該定佢落可能濫權濫暴咁樣嘅情況，即係作為一個都會上街，係啦，即係會知道你有時候咧冇辯解就冇嘅。因為咧，點解今日你好需要？你應該去打啲咩咧？我覺得其實你應該打傳媒獨特性，傳媒獨特性在於邊度？係在於佢嗰種嘅廣泛性，即係譬如話，佢話今日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做直播，但係傳媒存在一種獨特性係，當你要睇直播嘅時候，你唔會去揾反方辯員嘅 Facebook 睇佢直播啊嘛，甚至係你上到前線嘅時候，你唔會夠膽開直播啊嘛，係市民存在好多限制，示威者存在好多限制，佢哋唔會夠膽走去林鄭面前去質問問題，甚至你見到佢有開啲乜嘢嘅民間大會咁樣啦嚇，咁其實你作為一個前線都會唔夠膽行佢，所以我哋今日見到嘅全部存在住嗰種獨特性，你應該打啲乜嘢？譬如話李君娜嗰種，李君娜係獨特性嚟，在記者會嘅時候可以追問政府，逼佢回答正面回答問題，呢啲今日你應該打嘅，但係你冇打到啦。咁其實你一種優勢係你應該採取，但係今日咧你選擇咗將你自己標準，將你站定嘅題目，咁我話你係善待優，而咁樣情況底下係反方將佢嘅優勢用盡，打呢個無理立場情況底下咧，你係冇善待。再睇翻你喺後場打啲咩啦？咁喺後場有兩樣嘢咧，會令我好想聽你講，但係聽唔到。即係譬如話，你會話今日咧傳媒嗰個獨特性啦，你曾經講過，你話會揭露真相，但係你同揭露真相同埋制衡政府之間嗰個距離，我聽唔到你嘅答案。另一條問題就係，當你有話過，你講過嘅嘢，佢又講過，記者咧可以追問問題，咁但係追問問題同制衡政府中間嘅距離，中間嘅距離喺邊度咧？我又聽唔到。咁同時地，當你提出兩條問題，咁反方又因為一個好無聊嘅立場啦，佢好簡單要質疑佢內嗰個反方貼真相嘅程度啊，因為佢俾人爭走全部。咁跟住咧，你又再去質疑佢啦。咁呢個位咧就令你有少啲分啦。咁最後咧，我覺得正方咧係可以大膽少少，我覺得你唔夠大膽。就係咧，譬如話佢同你講話，今日你開始定個立場出嚟，你話今日全部可以揭露真相，所以佢可以執行整個最有效率。但問題在於邊度咧？佢同你講話香港總結第一個揭露出嚟，咁所以就係香港總結做到嘅嘢，唔係全部做到嘅嘢。我覺得有兩樣可以質疑。第一樣嘢，香港仲似喺譬如話喺 YouTube 上面發嗰條文章，佢算唔算一個傳媒？你一定唔嘗試質疑傳媒嘅定義啊！呢一樣第一樣。第二樣嘢係，如果香港仲似拍完片之後，其他媒體唔作宣傳，到底會唔會有最終今日呢個效果？呢樣嘢同樣又可以質疑。其實喺好多反方立場上面有好多質疑，所
雖然你情況律政責任好重，但係同樣地你可以大膽啲，即係成翻翻，無論佢講啲乜嘢都好，佢點解要知道上司質疑佢嘅律政，咁樣先會令到你嘅立場上面容易打消。所以希望咧，政方面可能唔係打咗好啦，反方比較資深少少啦，咁咧你可以大膽少少啦，喺無論第日你遇到人哋做出嘅律政，可能你好難嗌照上司做出嚟嘅挑戰，佢未必達到你，你都未必攞到分，但係至少我哋採取好嚴謹嘅立場。同埋上司諗辯題嘅時候，唔好將自己律政責任提到咁高，咁希望喺以後你節節設計同打辯嗰時講到你。而另一樣我覺得需要稱讚咧，就係資料運用上
相當不錯，誒唔單止係資料豐富，而且咧好順利將佢帶到入去嗰個嘅即係演說裏面。咁呢個雙方嘅水源都係高嘅，更加唔好講咧，你哋個反應同埋詞咧都係高嘅。咁但係啊，雙方都有咧發揮得唔係幾理想嘅地方啦。我諗即係我諗你兩隊都會認為今場並非係你哋最即係最高水準嘅一場啦。正方我覺得最遺憾咧就係你幾人打得散散。其實你哋係有拉嘅，你哋條拉亦都喺一個著數嘅站方裏面咧，你哋有一個相對固定嘅優勢，即係佢獨特嘅地方係佢揭露真相。因為除咗傳媒咧，我諗唔到有其他力量揭露真相。當然可以將佢擺入去分析，但係分析都有其他嘅限制。但係好可惜咧，呢個揭露嘅真相咧，一直嘅論述就係流於揭露真相，係啦。冇深入去注究竟佢嘅作用喺邊度，以至於咧，當對方用一啲好即係聰明嘅方法去處理咗你哋之後咧，咁你哋跟住之後嘅辯駁就變成係一種重複，而唔係變成一種加持。咁呢一樣嘢有少少可惜嘅。咁但係其實點解我話你呢條拉布咧，就係起碼你 remind 咗我一啲即係有傳媒啦，喺傳媒理論裏面嘅説法。其實以頭先為例咧，如果可以再放大佢係咩咧？呢樣嘢就完全錯咁定啦，你真係聽完。傳媒嘅獨特性有幾樣嘢嘅，而呢幾樣嘢嘅獨特性，我認為如果你想講得好啲，同人際關係嘅，你都諗翻落去啲傳媒理論裏面常用嘅字眼。大家所謂揭露真相係咩咧？知情權，唯有傳媒賦予你知情權。嗱，當然 social media 好得，但 social media 好多嘢都知真定假噶嘛，分析下而係車位人講啦。咁所以咧，唯有傳媒會幫你把關，讓你有知情權。冇知情權，何來組織同埋凝聚力啊 ？OK。第二就是它有放大的功能，放大的功能呢包括 local 和 international 的，就是 international 那個是一個好的方可以放大，但是又是呢全球中國的 local 的意思是什麼呢？它的所謂放大的力量就是全部都是叫大眾傳媒，它的意思就是它接觸的群眾的面是很闊的，例如報紙或者電視，一家人無論什麼顏色都在那裡都會一起看新聞，之後交新聞食物，是不是？但是你可以想象三即係四個人翻返自己間房睇咗四個唔同嘅網上，一個睇連登，一個咧就睇呢個視頻，即可能睇緊啲咩片頭，係咪仲有天涯嘅可能？咁所以其實人人都唔同噶，你點樣可以呢、這個就正正係即係社媒或者網絡嘅問題，佢有回音嘅問題，意思即係話佢只能夠接觸到佢 buy 嘅媒體，但係傳媒嘅功能更加之所以作用咧，就有作用咧，就係、是、佢可以嚟到呢個資訊。由藍嘅傳去黃嘅，由黃嘅傳去綠嘅 ，OK？ 由學生傳去成人嘅，由成人咧就傳去啲即係長老嘅、長老級嘅咁樣。咁呢啲先至係傳媒真正嘅功能，就係放大咗嗰種傳播嘅能力。至於係 international 嚟講咧，嗰個最大嘅功能就是 global effect， 好似英文中文呢個係一個 terms 嚟嘅，傳媒嚟嘅 terms。即係好似點解太陽花台灣嘅太陽花運動嘅時候，香港啲人走去和應。香港當年有佔中，太陽花啲人就走嚟回應啦。呢、這個就係高級喺國際媒體上面嘅曝光，令到呢一件事炒得起。美國人好耐都唔離開香港㗎啦。如果唔係因為例如佔中時候有好多唔同嘅報導，跟住令到啲議員覺得以為我而家係時候離開香港呢度嘅香港關法，點解啲人試到錄音嘅要留喺 Wi-Fi 度咧？而 Wi-Fi 即係整咗嗰兩次錄音之後，最後結果係重要。已經去到北京，到北京出嚟國際上冇人驚啦，已經係咁，所以喺咁樣情況之下，國際輿論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咧。咁佢會喐到一啲我哋背後嘅即係最重要、最高權力核心，佢亦都可以帶動到全個世界唔同嘅人去關注，形成一股唔同嘅壓力。呢一個所謂放大嘅功能咧，係佢哋冇辦法處理嘅。尤其是如果你處理到佢社會唔係咁重要嘅時候。最後咧就係主導咧，咁就講翻共和黨呢樣嘢嘅，因為大家而家都明白，可能咧覺得傳媒好方便咁樣。咁但係事實上咧，喺傳統嘅年代，報紙邊個做頭條，邊個就大曬㗎啦。啲官傳媒咧，朝頭早坐喺身做乜嘢嘅咧，就係揾啲即係其他新聞處嘅同事睇曬所有嘅頭條，寫咗寫份報告，跟住咧就開呢個例會嘅時候，朝頭早就討論啦。喂，今朝邊份報紙寫咩頭條啊咁樣。所以你會發覺咧，無論係朝頭早嘅《基本早晨》啊，定係以前咩啊？其中一個重要的環節一定是讀當日頭條的嘛，因為傳媒有主導輿論的力量嘛，這個就是源於有基潮平的效應的嘛。跟住更加新、更多單新聞、更加新聞、更多個角度，喂，我究竟應該要你 get option 啊，定係你其他嘢咧？
咁呢樣嘢其實係在乎你選擇邊一樣嘢放大咁去報導，同埋用乜嘢方式去報導。所以傳媒一定會有自己唔彩嘅方向噶嘛。呢啲咁樣樣所有嘅 function 咧，你哋會識嘅，但係你哋會將佢集合起上嚟。你淨係將佢咧概括為真相兩個字，就令到成個主線咧，如果虛無咗，我覺得係嘥咗咯。咁亦都好明顯咧，就係、是、你都唔知好彩啦，對手咧即係買好好理過啦，咁所以咧亦都好快用唔同方法質疑你，質疑到你哋散曬啊，睇住你條拉咧係散落去，由個標準係咁近，到到去後屘所有嗰啲論述都係散落去，咁呢個係好事，因為你可以睇完今次呢場集，即係可以了解點樣樣可以組織翻上去，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件好事，因為係真係要知㗎，你要試一次咁，你先至會知道下次大翻身咁樣關。咁轉翻轉頭咧，凡方有先天優勢啦，同埋尤其是我頭先你話齋，你打萬能拉嘅問題，咁萬能拉仲係好嘅 ，OK 嘅。咁唯一嘅難題咧，就如果你唔上一個俾你哋實證嘅對手咧，你條萬能拉咧就會變得有少少取巧咯嚇。咁但係今日面對呢個問題，咁你冇錯啦。咁另外咧就係、是、資料嘅運用非常之理想啦。唯一咧就係、是我都會覺得制衡嗰方面嘅討論唔夠多啦，將社會嘅嗰個討論放得太大啦。呢一樣嘢其實大家值得討論嘅，究竟社媒同廣媒有咩根本性嘅分別？究竟社媒可唔可以即係究竟係乜嘢嚟嘅呢一樣嘢？其實同傳媒嘅關係喺邊度？因為大家都知道，就算主流媒體全部都喺 Facebook 嗰度有個網站去發布新聞嘅，咁我都問佢叫傳媒，佢叫網媒定叫社媒咧？咁呢啲好多唔同嘅概念咧，其實都值得討論落去咯。咁唔算好豐富嘅內容，可以開一個部更加多不夠嘢。咁我覺得係呢個就係我嘅取向咯。咁我只要先講到呢度先。我都仲有其他人嘅，如果最後我哋分位咁咧，就即係都係啱嘅。我唔知啊，大家咁所以即係呢個係我最大嘅。